翻到去影楼之后咧，我哋就需要将我哋头先影入嘅 raw file 拉咗入去 Photoshop 里边嘅 Adobe Camera Raw 里边去开启。首先我哋喺 Photoshop 嘅 Camera Raw 里边咧，我哋开咗张相，我哋会见到我哋头先影入嘅 SpyderCHECKR 嘅相喺度啦。我哋就将佢放大咗先啦，睇到里边咧有唔同嘅色格。咁我哋就由 F 行开始讲起先。F 行里边咧，我哋会见到头个三角会有 C、M、Y 呢三个色喺度。下面呢三个色咧，就有我哋平时相机会使用到嘅 R、G、B。跟住喺 E 呢行里边嘅，同埋 D 呢行里边嘅话咧，我哋会见到好多灰度。首先我介绍一下 E 嘅一先，一。的 E 是 white point， 跟住隔离 D 的1是 5% 的 white， 然之后下面如此类推，左边这个是 10%， 右边是 20%， 每个跟住数下去的就是以 10% 为一个单位这样加下去。跟住我们再看一下这一行 C 的是、色格， C 的色格1、2、3、4、5、6是代表了 skin tone 的取向，而去到我们的 B 行里面，我们会见到1、2、3是代表 highlight 位里面的 R、G、B， 而下面 B 行的4、5、6是代表暗位里面的 R、G、B。我们拿了个灰度之后呢，我们就尝试一下在那个 E1同埋 E6 里边，留意一下我哋有冇曝光过度或者曝光不足嘅情形。喺嘅图表上边，我哋呢啲位置就可以睇得到噶啦。而家我哋示范下调控咗个画面，令到嗰个曝光过度同埋曝光不足嘅情形会系点啊？首先我哋示范曝光过度，我哋会见到曝光个过度嘅地方就会出现红色嘅色块，而曝光不足嘅地方咧就会出现蓝色嘅色块。咁我哋要尽量避免画面里面出现呢两个色块。以下跟住我哋就要将张相做咗一个裁放，令到 SpyderCHECKR 喺个画面里面做到一个比较大嘅面积。然之后呢，我哋就要需要储存我哋嘅影像为一个 JPEG file， 俾返一个我哋嘅名称佢啦， SpyderCHECKR location， 然之后就做储存。而家我哋就离开咗 Photoshop 嘅画面，去咗我哋嘅储存档里边，揾翻头先我哋 save 咗嘅一张 JPEG 图片，放入去我哋嘅 SpyderCHECKR 嘅软件入边做一个色彩校正。首先我哋入咗个画面里边之后咧，我哋就需要将我哋嘅图片嘅色块同软件嘅色块对齐，校准咗位置之后咧，我哋就喺模式里边将呢个颜色选择为肖像，然之后储存到呢个 ACR 模式。跟住我哋就按储存校准，咁而家我哋就需要将我哋而家呢个 ACR 预设档命名，咁我哋而家暂时就叫佢做 SpyderCHECKR location， 然后按确定，咁跟住我哋就可以按结束啦。首先我哋要翻入去 Photoshop 嘅里边，然之后将 Photoshop 关闭先，然之后我哋再开启一次。令到我哋头先个 ACR 档可以导入咗去 Photoshop 嘅里边，咁而家我哋喺 Photoshop 里边咧就可以开启我哋想要嗰张嘅 RAW file 嘅图片啦。首先我哋就要需要去到预设集里边，揀翻我哋头先嘅预设档，即系 SpyderCHECKR location。咁我哋嘅选择好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去呢一个 HSL 啦，同埋灰阶呢个位置里边，我哋就会睇到。在剛才我們做這個預設檔裡面，在色相、飽和度和明度裡面都做了一些適當的微調了。經過了 SpyderCHECKR 的校正之後，我們在這張照片上面，我們會看到在色彩鮮豔度做了一個修正，而在暗部的紋理我們就做了一個保留了。好了，我們做了 SpyderCHECKR 的校正之後，那我們就因應我們的自己的喜好，再在这张照片里做一些的调节，例如你喜欢一些比较通透一些光亮一些的感觉啦，那跟着我们就开启我们的图片。在 Photoshop 里面开启了张照片之后呢，那跟着我们就可以将它 save 做一个 JPEG 的 file。